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时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过完年之后，你有没有去量一下体重，有没有变重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教大家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轻巧，而且运动的时候可以运动得轻松又瘦得漂亮。为你邀请到三位非常棒的人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卫生教育指导员陈香荣。小军好，大家好，我是卫生局的香荣。香荣好。第二位呢，也是我们卫生局的，我们的营养师萧文。小军好，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的营养师萧文。萧文好。第三位哦，非常的厉害，是我们基因国管理学院观光休闲与健康系的副教授林玲玲老师。嗨，小军好，大家好，我是基因国学院的林玲玲。老师好。我们在过年期间其实美食飨宴，不知不觉啊，这个脂肪就会悄悄的上升。年后的一个月听说是减重的黄金期，因为体重是会有记忆的，如果体重一直居高不下，那身体习惯这样的重量后，就会让减重的效果大打折扣。基隆市卫生局就非常的用心哦，他们历年来都会推出相关的饮食课程，不只教大家减重，而且要让大家吃得很健康。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香荣。那我们卫生局有办理很多相关有特色的课程，那我们卫生局有聘请两位专业的营养师在社区据点做一些课程的推动。那现在主要有推那个有关全谷杂粮的课程，那是在介绍非精致淀粉的课程。那还有针对一些牙口不便的高龄长者，那我们有推动介绍饮食质地的课程。那其实我们主要的核心理念就是希望大家教大家怎么煮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那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相关课程资讯的话，那我们这边其实是可以拨打我们基隆市营养推广中心的专线，我们专线是24558119，那或者是可以加入我们脸书粉丝群跟我们的 LINE@， 那上面都会公布一些相关资讯哦，这大家可以赶快来加入，或者是上网搜寻一下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就直接加入进来，因为有非常多有趣的课程要等你来参加。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萧文营养师哦，其实这样历年来推广的课程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给观众朋友？我们在社区多办理的都是属于偏高龄者的营养课程，那我们会把课程内容然后再细分，像是高龄者比较需要欠缺的营养素，像是高钙的饮食或者是均衡饮食跟像是三好一巧均衡，三好一巧高龄者的饮食。那像三好一巧部分，其实就是在推广说他们要吃得下，因为高龄者常常会有牙口不好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问题，那这时候吃得下就会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要吃得够，因为他们常常也是因为消化不好，那或者是比较没有在运动的话，那他就会吃不下，肠胃蠕动不好，吃的就会比较少。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吃得对。就是要六大类的食物都一定要吃到，再来就是吃得巧，就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重它的摆盘跟它的调味料的配置的方法，那这样子它就会吃得比较完整、比较健康、比较均衡一点。那我们还会再搭配一些手做的课程在里面，像是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有制作像是蔬果汁的搅打的方式，教他们怎么做比较高营养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的点心，还有像是搓汤圆。那一般的汤圆它都是用糯米粉制作的，那我们把糯米粉的一些含量，我们用那个豆腐来做取代，那这时候我们的汤圆的话，它其实它的蛋白质含量就增加，对它，然后它而且它因为糯米其实比较不好消化，那如果我们用糯米我们用豆腐去跟糯米粉交换的话，它其实消化也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去年的话，就是有带长辈做这个搓汤圆的课程。对，教他们怎么做这些高蛋白质的点心，这样是听完我都好想去上课哦。那当然，除了我们的饮食课程之外呢，我们的运动课程也非常的厉害。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推广什么的相关课程。好，那个大家好，我们去年呢，卫生局呢有推了延缓失能，还有动动班，还有一个肩胛肌的这个运动。那还有一个是日式的健走，那也是新的哈，是有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医师郭医师哈，他在推。啊，刚好呢，我们就觉得对基隆的地形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容易跌倒的。那我们呢，就是去年有带来了，你看看我们这个逐渐走上，这个很费力哦，运动器材。对，这个还可以止滑哈，那下面也可以止滑啊，这个是可以手套起来。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今年呢可能会用变成没有抓这个，就用手套哦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哦，因为
你有来尝试的，你才知道说哦，怎么那么新奇，然后让我的脚也更有力，因为你的手要出力，脚要用力，所以呢，手脚要并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是哇，这个课程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上，有空也要来上。那一样就是上我们的官网来搜寻一下，可以来报名。那刚刚说到我们的饮食的部分，其实吃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其实简单，因为煮一下就好。但是在吃之前的处理过程其实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的萧文萧营养师呢，他今天真的非常的用心哦。准备了三道料理，他准备好的食材要教大家，其实可以很简单，从早餐、中餐吃到晚餐。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萧文。在分享减重之前，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就是减重的话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把健康也减掉，因为常常高龄者他有使用一些快速的减重方式，那我们快速减重的话，其实会流失到的是水分跟肌肉。那如果高龄者的话，他肌肉又流失掉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失能的问题。那我们这里最近有经过一个研究发现啊，就是其实40岁之后，我们肌肉量是每十年就会下降8%。那如果你到70岁之后，每十年会减少的更快，是15%的肌肉量。对，那如果你再用不好的减重的方式的话，其实你肌肉又流失的更快，这样其实会造成你失能的岁数又会往前提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要减重的话，还是要注意饮食的控制，然后跟运动的搭配，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像减重的部分，我们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到身体需要的东西，那就要不要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是比较好的。那我们营养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建议，就是要均衡饮食的吃。那均衡饮食的话，就是其实是这个部分，会看得到。好，这部分的话就是6大类的食物都要吃到，就是每天要吃到6大类的食物。那搭配水分的摄取跟运动是会是最好的。那6大类的食物的话，就是像是水果类、蔬菜类、全谷杂粮类、豆鱼蛋肉类、乳品类、跟油脂跟坚果类。那一般大家其实比较常吃的就是全谷杂粮类，还有是肉的部分，通常都是摄取过量的。那我们最常缺乏第一名，其实根据营养调查的话，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乳品类的部分，大概有8-9成的人一天都喝不到一杯的牛奶。对，那再来就是水果的部分跟蔬菜，这三个是最常缺乏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常常被遗忘，就是坚果种子类，大概有8-9成的人都没有吃到一份的分量。对，那所以营养师如果在要均衡饮食的部分的话，我自己其实也常常会忘记要吃水果啊，像是乳品之类的，还有坚果这三种东西。所以我的话，我会建议我就早上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打成一个营养精力的蔬果汁来喝。那我这边就可以跟大家示范一下，帮我拿一下，好，谢谢。那像是优酪乳的部分的话，我们一份的优酪乳大概就是240毫升的优酪乳。好，那优酪乳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使用无糖的优酪乳会比较好。好，那看你是要喝一份或者是1.5份，如果你晚上还会再喝牛奶的话，你就可以喝一份就好了。那因为我晚上都会再喝，所以我就喝一份，大概就是240毫升的优酪乳，无糖的优酪乳。对，然后坚果的部分，我们说一个汤匙的坚果这样子，一个汤匙的坚果大概就是一份，大概就是5-6颗的量。这样子就是一天就是吃一个汤匙。对，那我们要选择的话，就是没有调味过的坚果会比较好。那我们就把坚果再放进去。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就会吃太多，有时候一吃就是一包。对，过年常常直接一罐来吃，吃很多没了。对，然后水果的部分的话，因为它的果皮其实含有很多的营养，所以一般我就会把它清洗干净之后，然后直接切，然后打成汁，就不会把皮削掉。那我们水果在过滤的时候，也不会去把它的渣也给滤掉，这样子。对，那水果最好是现切会比较好，因为你放太久的话，它容易营养素也会流失掉。对，那水果我是都建议吃一份的量。那一份的话，就是我们用拳头吗？对，一个拳头，或者是你可以用碗装，大概就是这个大小的碗，大概就是8分满的量。对，那因为我今天使用了2种水果，所以我有先称大概这个大小的苹果的话，大概就是1/4颗的苹果。所以是1/4苹果就 OK 了，大概因为要搭配另外一种水果，对对对，1/4大概是半份的水果的量。对，我直接切进去好了。好，
我刚刚有先洗过手了，所以不用担心。好的，我有看过，我有看到。我就把它切小块一点会比较好打。好，对。然后香蕉的部分，一般这种小根的香蕉，它大概一份的话就是一根的香蕉。那因为我刚刚有加了苹果进去，所以我的香蕉大概就会切一点点掉。对，大概就是四分之三根的量。是，哎，不会是营养师哎，都好精准哦。哎呦，对。然后这样子打果汁，这样子就很方便。早上出门的话，其实不用十分钟就可以准备好你的早餐了。真的，对，不用十分钟，而且它营养也很丰富。那如果觉得这样子吃的不够的话，对，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带着去上班，就这样子喝一杯。那如果觉得这样子分量不够的话，其实可以再加一些木耳蔬菜，那增加它的饱足感，这样子。对，那木耳要煮熟，对不对？对，要洗过，然后泡软，然后再加进去一起搅打也可以。加一些蔬菜，那如果还是觉得需要再增加蛋白质的话，可以加一颗水煮蛋也是可以。哦，所以水煮蛋也是可以打进去的。哇，真的好特别哦。所以优酪乳要选择无糖，然后挑选当季的水果。那水果皮就整个水果记得要先洗干净，不要吃到农药。那再来就是坚果选择要无调味的坚果。是，然后这边有分量，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那其实我们不会建议你每天都喝这个啦，就可以水果自己交换着吃。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摄取到比较多不同的营养素在里面。是，对对，这样看起来真的早餐准备起来就很简单，简单的一个，大概不用一分钟吧。刚刚这样看，打完之后，然后处理完就可以吃下肚，就是营养健康。那无负担的吃是非常清爽、非常健康。但如果能够再加上运动会更好。在现在的疫情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都会选择自己在家里来运动健身，也让居家运动训练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的林老师，在家中不需要任何健康的运动器材就可以来运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示范哦，十分钟哦，好，来，那各位呢，如果方便的话，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哈。那我可能会用站着，先站着哈。你看，我们要站着，然后你把你的手，我们的手有四面，好，这叫一面、两面、三面，然后再晃过去四面。所以我们的这个肌肉群呢就会拉到。那我们现在用我的手这样子一面，你把两只手这样拉起来，一起来哦，来，这样压着，好，五到六秒。还啊，我们会去看你的这个柔软度 O 不 OK， 这个肌肉群的拉到有没有拉 OK OK。好，这是六秒。然后我们现在呢，第二个就把你的手转哦，哈，我们现在转往外转。好，这是手腕哦，手腕哦，有没有感觉？嘿，一样哦，一、二、三、四、五、六。好，那我们的向下咯，加油哦，可以吗？来，一、二、三、四、五、六，来，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有没有低于肩膀，如果低于肩膀，那表示你的上肢的肌肉群的力量不够。嘿，好。那我们要转上来哦，然后往下压，往下压哦，压下去。这个压下去的时候，这个角度很重要，这个角度哦，它会让你的手，我们的肌肉刚刚有讲了，几岁以后会流失？四十岁以后就会开始流失，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动。这个很简单，我们一分钟就把它做完了。以后就这样打键盘哦。对。OK， 来，那我们现在要用手肘。我们的手肘呢，就可以像招财猫一样，两只手，我们先用两只手哈，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一样高？如果你压下来是这样，那表示你的我们的手背的上背这个地方没有力气压起来。好，来二，来上，好，来三，上，很好哦，来四。上，我们先做上肢，等一下可以上肢跟下肢的时候一起合作。来，上，好，完了以后对不对？我们是前后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合到前面到两旁边，好，拉上来，哎，
手不能这样哦，要跟你的手肘肩关节一样高，然后两手合在一起，可以吗？打开，合在一起，打开，加油，合在一起。我已经开始流汗了。来三，回来，后来四，回来，五。回来，六，回来，七，回来，八，回来。好，那我们刚刚是前嘛，然后打开。好，我们现在要把手呢左右移哦，哈，来，我们往我们的右边。好，对方的右边等于是我坐的左边，来转转转，转到这里。好，来推出去。背部呢要拉，哇，整条筋都拉起，抽筋。拉回来，转回来。好，换边。好，推出去。哎，要自然的呼吸哦，袂当无喘气哦。好，来倒转来。好，回来，然后我们左右呢再各做两次。好，来转到你们的右边。好，来推出去，手尖碰在一起，手肘要伸直。好，回来，好，转回正。请记住哦，你的手不要降下来，如果是降下来，那表示你的手没有力气。推出去，好，拉回来，然后你的脚不要这样转，那就没有用到你的上背了。好，回来，好，一样呢，我们转到你的右边，然后推出去。好，我们要延展上，哦，腹直肌也拉到了哦，加油，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要慢慢转回来，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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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正的时候看一下。你的手肘有没有伸直？好，然后我们再把它拉下来。OK， 那我们就要换了哦。好，你们的左边哦，来推出去，上出去，来扭起来，往上伸直。啊，你的膝盖不要锁死哦，放松，坐着也可以坐，站着也可以坐。好，拉直，可以哦，停在那里哦，五。四、三、二、一，好，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拉回来，好，下来，好，那我们现在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右手，拉好，往上，在你的头顶上面，头上面，头顶上面，好，来哦，那我们要侧哦，一点点。然后在拉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人在拉这个的时候会很急的，不用急，渐进式的拉，停留在那个地方，来，一、二、三、四、五、六，好，已经在这里的，对不对？来，我们要延展，把它推出去，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办？有的人会直接上来，对不对？好，把你的拉的那一只手放下来，推哪里？推你的腰、臀部这个位置，腰跟臀部这个位置，好，撒起来。如果你是这样子，然后起来，这里会不舒服，有可能会拉伤。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用你的手推，把它推上来，就不会受伤。好，来，我们换另外一边哦，换你的右手拉你的左手。好，来，侧到你的左边，你的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在这个位置完以后，要推出去，请你不要很快的推，慢慢的推出去，延展。好，停留在那里哦，一。是不是背面、侧面、前面都拉了？五、四、三、二、一，
好，请问哪一只手要放掉？握的这一只手放掉，放在你的髋关节跟你的腰这个位置中间，然后推上来。好，那我们就往前。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手扶在这里，扶着推上去，往上推，往上推，然后放到后面会卡卡，对不对？好，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卡卡，那你就把手反过来，变成这样。我会比较建议，如果有做过的人，就用这样子，把它往推到后面。那一般的人呢，就会从后面抓，后面抓会往后拉啊。你如果在这里就顶住，顶住哦。又好，来往后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就慢慢放回来。好，我们再两个动作哈，换左边来，一样扶着，来，啊，你的手心呢朝另外一边，你左手就朝右边来扶上去，往后拉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慢慢回来。OK， 好，那我们两个手抓着，好，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拉上去，我们就在这里，啊，有的可以，我们就到后面，我们要分哦，哈，如果在这里，那就有劳各位抓好，抓好，然后旋转一半就好了，四分之一，然后往上拉上，那这样就可以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再拉上去，如果你可以，那你就拉往后。为什么要四分之一？因为有的人没办法过去，哪里肩关节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要四分之一就可以的，停留在这边。可以的人就往后拉哦。好，来，六、五、四、三、二、一，好，慢慢回来，很慢不急，慢慢的回来。好，我们换边哦，然后放手抓，好，来转四分之一。来，慢慢上去，慢慢上去。来，一、二，可以的话就往后，不行就在这里。哦，可以在这里，因为你的肩关节的关系只有在这边，那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可以的人，麻烦你往后拉 ，OK， 但是不是头往前哦，哈，把你的手往后。五、四、三、二、一，好，回来。好，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肩关节。好，来，手往前拉上去，手扶着往上，然后身体跟着他走到后面。为什么要扶肩关节？要去倾听你的肩关节的声音，有没有咔咔？对，然后呢，手呢，可以的话就往你的另外一个方向，不行的话一定要跟肩膀一样高。好，来，我们画到旁边回来，很简单哈。非常简单，好，来第二个哦，好，来往上一样，然后到后面，到后面来，手心朝上，有什么不一样？手臂前肌肉拉到了，嘿，对，肌肉群的手心的，你的手的方向，我刚刚有讲四个面，那我们现在把它转一下，再转一下，再转一下，好，来再把它转回来，慢。嘿、hey, ，很好哦。啊，我们从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知道他的肩关节 O 不 OK？ 好，放松，好来哦。好酸哦，来，老师你太厉害了。第三次，第三次，往后。好，我们手心再转一次哦。来，一、二、三，来，往你的另外一边再移过去。哇，太累了。好累，好累啊！来，转回来。腰也练到哦，哎、欸，我们最后一次喽，还有这一次，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来，加油，哎、欸，往后，来，往后哦，手心朝上，可是这一次呢会不一样，来转，来慢慢转手心，再转，再转，好，来，请你从后面直接提起来，哇，没有办法提的人，大部分都是粘连，好，回来 ，OK。手感觉如何啊？还有一手，还有一手，来，
看这样可以瘦一公斤吗？来试看看喽。来，我们现在手心先朝下，这是最好做的。好，这个是最好做。来，画回来，画回来。好，来第二个，来上到后面。哎呀，我们要转手心，来一转，两转，三转。好，手不要掉下来，手掉下来那表示你的手有问题，哈，力量也不够，来平行回来，平行。来，加油，加油，加油！来第三次，第三遍了，来加油，快结束了。好，来旋转，旋转哦，来再往你另外一个方向，手不要掉，好，慢慢回来，哎，很厉害哦，你可以的，你绝对可以的。好，来最后一次，来往上贴耳朵，然后尽量往后，好，来旋转。这个动作我比较不建议你，如果没有练过不要做，但是呢可以试看看，不会受伤，但是可能手举不起来，直接往后面上来，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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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OK。 哦，因为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上半身呢有几个关节，一二三，手有三大关节，颈部也有，好，我们有几，总共有九大关节。好，那我们颈关节怎么做呢？这样子，手抱着，交叉在后面，下巴贴在胸骨，这样就好了。尤其呢是低头族的人，好，一样做八秒，一、二、三，然后身体呢不要这样子，身体要挺起来，好，要挺起来，要来往上，这个动作。如果长辈或是你身体不是很好的人，我不建议站着这样子做，坐着可以做。好啊，站着的话你就看斜向方，不要看到这么上面。好，回来，一样八秒。然后接下来呢，用你的右手贴着你的左边的耳尖压下去。当你在推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要放松，慢慢下去，身体不可以这样，这叫做垮。一定要拉回来，你的身体不能垮，要拉回来。很简单，不会很难。但是呢，运动一定要做正确，而且要有真正的有运动背景的人来教会更好。好，那我们就回来。回来以后呢，这有分三等份，一个是看你的脚尖，一个是看你的脚的那个外缘，另外一个是看你的臀部。好，啊，你可以转过去，你就转。那手呢，放轻轻的放在这里，压下去，很简单，不会很难。记得哦，不要垮。好，那我们慢慢上来的时候，先看右边，把你的手就移到你的颈部，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到你的腰部，旋转到后面，看哪里？看手肘，手好翘哦。好，年纪越来越大，你都会头背。那你有常常做，你就不会。好，慢慢回来，记得哈，八秒哈到二十秒都可以。好，换边，我们就把它做完喽。来，一个压下去，然后要压的时候，你另外一边的肩膀请放松，记得不要这样子哦，这叫垮。压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慢慢回来。好，我刚刚有讲三等份，哪三等份？看你的脚尖，看你的脚外面，看你的臀部。因为角度不一样，把你背面的那个脊椎拉的也会不一样，肌肉群拉也不一样。好，我们停留在那边，五、四、三、二。一，好，慢慢上来，看左边，然后你的手呢就扶到你的颈部，你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腰，去感受一下你的腰部怎么转，然后看你的手肘停留在那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你的哪一只手在做那边的肩胛骨围甲，比如说做左手就左边，右手就右边。好，回来的时候要慢哦，好，慢慢回来，慢慢回来。好，把肩膀动一下，感觉如何呢？上半身，我们现在所有的关节都已经做了，那有比较细的就是我们的手腕关节，有空就要多抓，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末梢神经不太好。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做。下半身咯，谢谢老师。哇，我刚刚做完之后觉得哇，通体舒畅，整个汗都流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做，把所有的肌肉都动一动，尤其是我们上半身。那再来看我们是饮食哦，现代人过度依赖外食，就必须学会外食的健康点菜法。像我们之前有那个馒头配豆浆，或者是面包配牛奶，其实这样吃好像不是很 OK 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萧文了。那午餐的话，一般如果可以自己带便当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很忙碌，没有办法做午餐。那我们如果要午餐的话，那我们如果一定要选择外面吃外食的话呢，自餐厅的选择就会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是不要选择太过油或是太过咸的那个餐厅来选择它的菜色。那在主餐、午餐挑选的重点呢，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主菜的话，要排除像是比较油炸的食物，那像是炸鸡腿，对，炸鸡腿、炸排骨这些的，它的油含量都会比较高。对，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要选择的话，肉类的选择、蛋白质来源的选择的话，其实豆腐啊、海鲜这些会比较好一点。再来就是白肉跟红肉，那红肉的话会是我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肉的话，大家知道有哪些吗？牛肉，对，猪肉。羊肉这些都算是红肉，其实可以用两只脚或者四只脚来做区别。像是两只脚的基本上就是红肉，白肉，对。然后四只脚的话就是红肉。那红肉它的饱和脂肪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会建议红肉的话会是我们最后的选择。那再来就是主菜以外的那个小格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建议都是选择蔬菜会比较好。那蔬菜的部分的话，建议可以选择比较多种的颜色，它的营养素也会比较丰富一点点。那再来就是平时的饭量，我们在酌量的减少，这样子就会有达到热量减少的效果。那我今天有带一个便当来给大家看一下，对，这里看得到吗？可以。对，那像这一间便当店的话，可能比较油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菜的话，它菜含量就会非常的丰富。像这个鸡腿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说。肉的话，大概吃一个掌心的量，大概就是两份的肉。那像鸡腿的话，没有含前面这一块，它就只有这个这一块肉的话，大概就是两份的肉就刚刚好。而且加上它是用卤的，我们刚刚说就是先排除油炸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卤鸡腿的方式来做选择。那菜的话，我们三格就会选蔬菜，那我们就选择三种不同的颜色，像是这个是紫色，然后绿色，然后跟一个瓜类的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三格下来，其实我们一个便当这样至少可以吃到 1.5 份的蔬菜量。对，那饭的话，一般的话它的饭含量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减量。那我就跟他说我要一半的饭，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我有称过，在家我刚刚自己有在称过，大概就是八分满的饭的量。所以其实我减了一半，还是有吃到八分满的量。对，那如果便当的部分，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做挑选，比较简单一点。对，哦，所以便当要记得。就是肉呢，就是一个手掌大，对对，然后饭呢就是减半，然后蔬菜的部分，如果是便当族的话，就是三样菜，但是选尽量选颜色不一样的蔬菜。对对，那如果是便利超商的呢？便利超商的话，其实它上面都写一些营养标示跟热量，就是仔细看上面的。那我们就是尽量选择，就是不要太油，不要用一样一次，就是不要选炸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蔬菜量多一点，或者是另外再买一个沙拉来配，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要跟大家说好，一定要摄取到我们的蔬果。那一样，我们的外食族营养兼顾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请老师来教我们的下半身运动。刚才我们训练的是上半身，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下半身。OK OK， 来，如果家里有椅子，好，那长辈，我要用两张椅子啊，两张椅子，好，对，两张椅子啊，你们可以就跟着我做，好，我们要做两张椅子，这个比较稳，尤其是下肢不好的人，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椅子呢，下面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没有？我们下面这个围巾。然后呢，椅子呢最好这个有止滑的。止滑。家里如果要用这个椅子的话，那你的脚可以拉起来。嗯。我们大概会练到这个位置。啊，有一些长辈，尤其是中风的，那我帮一个中风的，也是我们基隆的一个大姐。他已经是中风四年，然后不太能走路，我帮他训练六个月，也是用这个椅子跟坐这个椅子而已。啊，这个椅子呢，他是坐两张，然后这样子移起来，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可以，这样子拉起来，我们这样子拉起来，这是一个，从最肌肉力量比较差的来训练，这是一般的力量比较差的人，你有看到？然后我不要把它踩下去。两脚都一样做十次，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这是弓，这个股四头肌哈。那我们现在要从外面把它拉起来。好，那我们的椅子呢，我们就要把它用高一点了哦，用高一点，可以看一下，我拉起来，我可以放到这里，这个就是脚。比较又比较 OK， 可以训练在更好的，好啊，一般人也可以练。那一般人的练怎么练？你的脚就悬空，不要放在椅子啊。如果一些长辈就给他放，我们有一句台语叫做椅头啊，椅头啊有比较小，然后比较高的就可以放上去，四、五、六，这是内外。我们等一下这个角度只有这样，我们等一下会练比较大的角度，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酸呢？有，有，你们没有做到彻底哦，不够哈，来一样哦，哈，来一样，来，一、二、三、四、五、六，你可以练到外侧，七、八、九、十，好，这是。内外刚刚也是前面哦，啊，那我们现在要练前面又更大的股四头肌，跟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跟腕关节一起哦，来拉这么高哦，拉这么高，然后呢，你要不要把它踩下去？那是另外一种。所以呢，刚刚我们有讲从矮的到最高的哈，来这个是中的，就到这里，这样就可以了。刚刚比较矮，好啊，你就会发觉到哦，原来。你的肌肉群会不一样，拉的高度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闹鬼哦！来，我看，来，一、二、三，然后顺便讲一下，你的脚不能这样子，一定要直线。五、六、七。八、九、十，好，老师，那我会听到膝盖嘎啦嘎啦的声音。哦，嘎啦嘎啦，那就是你的膝盖的润滑液没有了，要去保护你的膝盖。好了，我们现在练高的，比较高的侧面。好，来，扭起来。好，我们就，那我们这个角度呢，我就会把它拉大一点。我本来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能是15度，我现在要30度、45度，拉高，回来，然后跟你的脚碰在一起。两脚碰在一起，练的角度不一样，就会又把肌肉群带动的所有的其他的肌肉，侧面的肌肉群就会一起带动。三、四、五、六，加油哦！七、八、九、十，可以吗？然后如果你 OK 的话，可以停一下，然后两个膝盖碰在一起，好，收回来，往边，好，我们都是做十次哦，不可以虚报，好，来，角度这么大，我们刚刚这样嘛，现在我们角度把它偏到这个地方，来，一、二，上来的时候跟膝盖碰在一起，它有一个支撑点，好，来，三、四。另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在做的时候膝盖不要这样弯，尽量直。会弯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六、七、八、九、
十，好，来，哇，超级，最高点了，最高点了，最高点了，哈，来，最高点的话是这样子，有两种，一种是弯，一种是直，再弯再回来，好，我们先弯，好，两个一起做，弯直弯回来，三回，四回，五回，六回，加油，七回，八回，九回，搁一个十回啊，如果你练累了就把脚跨上去，脚跨上去，然后可以拍一下拍一下，就如果我又酸就把它拍一拍，放松一下， OK， 我看换脚，然后再做，记得摩安呢，脚不要外翻，一定要直线，因为你常常在做的动作不正确，你的脚膝盖有可能会变形，所以你一定要正确的膝盖对前面，好，来，三回来，四回来，五加油，六七八九，后来十，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侧面，因为这个椅子没有办法把我的脚跨到外面去，所以我要做这个椅子，好，我的脚要侧到这个地方，这样叫做90度，但是很多人都大概，一些长辈大概只有这样子，只有抬这样，所以呢，如果可以90度这样拉起来，好啊，拉起来的时候手就放在这里，手放这里就不会乱动，来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拉回来，好，换边，换边哦，90度，这只脚呢要垂直，不能这样子，好，啊，也不要太靠近，太靠近你也不好做，然后手呢中心点在你的前面这只脚，然后提脚哈，10次，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稍微看一下有没有90度，八、九、十，要回来的时候慢一点 ，OK， 可以吗？好，来，那我们现在用脚踝，脚踝哦哈，压、拉下去，然后在做的时候，请各位。一手在这里，一手在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子？你才知道，它翘起来的时候是拉哪里，压下去的时候是拉哪里，好，勾起来。然后呢，很多人做的时候会这样子，尽量脚尖对着膝盖，对着你的胸口，一条线，一直线，然后下压，上来，下压，那你就会发觉到，哎，我勾起来的时候。胫骨这边的肌肉群在动，然后下压的时候，哪里后面的肌肉呢？整个都松，勾起来的时候，后面的肌肉稍微会拉。好，然后我们就旋转，一边做4次。哎，有的人会听到，哎，因为我曾经受过伤，我是运动选手，所以那个在做的时候脚啊会咔咔咔咔，来反转。哦，记得哦，一定要做，你越。受过伤的人越要做，但是会痛的时候一定要看医生。OK， 好，那我们就换脚，脚尖勾起来，下压，勾起来，下压，然后要看一下这个勾起来的角度，有的人只有这样子，那表示他的后脚筋无力，所以下压，这要压下去，脚背勾起来，你后脚筋有力，你走路。就比较稳，好，勾起来。所以人家说我们的脚是第二心脏是有道理的，勾起来。下压，好转哦。好，360度，有没有看到？360度呢。好，反转。所以每一个关节都要去动开它。OK， 好。那我们就三个关节一起动哦，哈，来，弯、勾、直。好，放，来，弯，勾，直，放，好，来，弯，
勾直放回来，好来，弯勾直回来，然后直的时候要看一下有没有直线，当然有的人的脚不太一样，有的 S 腿 O 型腿，好，拉出去下，好，最后两次来上勾出去，对，好来，最后一次来拉勾出去，三个关节就一起的，好，换脚，我们做六次哦，好来，拉回来，脚尖勾出去下，好，收回来，二勾出去，很简单哦，有没有问题呢？勾起来，如果想要运动的话，今年想要运动，那就跟我们看看卫生局的一些运动的信息，你们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做，来，再三下哦，来勾起来出去，对，好，来再两下拉起来，勾出去下，好，最后一次扭起来，勾出去 ，OK， 有没有发觉到你的全身都已经做，我们哪里没有做腰？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对不对？把身体往前弯下去，放松。上来的时候，压你的脚背，推你的胫骨，压你的大腿，不是膝盖，大腿，慢慢拉起来。然后大概做五六次，哈，这是正面。然后我们前面做两次，慢慢的下去。好。压脚背，拉上来，拉上来。好，我们要右边哦，哈，来从右下去，左手去摸着你的右脚的外缘，右手去抓你椅子的右边这个地方，抓好。好，慢慢上来，慢慢滑上来，两次，来，我们再下去哦，哈，侧面，慢慢哈瑞。慢下去，那你的脚不要乱动哦，你看看我的脚的宽度就跟你的椅子，这个椅子下面的椅子这个宽度一样，慢慢上来，好，换边，换边哦，好，一样下去，慢慢拉腿，啊，你的在做的时候你的脚不要合，就一样宽度，然后呢，垂直角度都一样，慢慢上来。好，最后一次哦，来下，上来。好，最后一个呢是后面的肌群，看一下，因为我们后面的肌群一定要扶着这个椅子，把你的脚勾起来，勾起来。啊，有的人会这样子拉，不用，你就勾起来就好了。身体挺起来，然后另外一种是你勾起来的时候，膝盖不要让它跑出来，好看，从侧面看，膝盖不要这样子，没有，这里就会练到，对，两个膝盖要平行，做十次哈，三、四，然后你如果稳，你就不用扶椅子，五、六、七、八、九、十。收回来换脚，好，啊，等一下侧面看呢，绝对不能看到你的另外一脚的膝盖哦，好，来，一、二，不稳的话要扶椅子，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以上，谢谢，谢谢老师。我们把它先移到旁边，等一下我们就要核心哦，加油！哇，谢谢老师，你知道吗？这样坐下来，我们现在最后剩七分钟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哦，教大家做了上半身，还有我们的下半身。那最主要就是跟着老师说的动作做，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肌肉位置都可以。训练得到，那当然所有的课程也都在我们的卫生局的网站上，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跟着老师一起做，也有相关的类似影片。那说到运动完，当然接下来就要来吃了。国民健康署为了要照顾高龄的营养啊，高龄者的营养，他们特别推出了调整过后的饮食，其中有一道呢，他们是不用炸的左中糖剂，到底怎么做呢？你快来看看。
大家好，怡芳老师好，我是基隆暖暖小馆主厨吴忠信。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想要分享是给长者吃的料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长者吃得下，然后吃得对，而且要能够容易咬。主厨，你今天会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料理呢？今天我要带来一道在家都能轻松准备，而且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吃的左宗棠鸡。请主厨替我们示范吧。请主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今天食材有鸡胸肉、葱一只、辣椒一只，还有蒜头跟姜、酱油、番茄酱、糖跟醋，让肉软化的凤梨汁、鸡蛋跟太白粉。第一部分先切鸡胸肉跟腌肉。鸡胸肉它的筋比较少，然后它的肉质比较软，3公分的大小，就是适合入口的大小这样子。还有就是逆纹切，把它纤维给它切断，它就等一下咬的时候就比较软嫩这样。哦，接下来腌肉。好，我们加了那个凤梨汁，用它的酵素来软化我们的鸡胸肉，沾一点点的凤梨汁，然后去抓腌这样子。啊，我们这道菜是因为做左宗棠鸡它有点点酸酸甜甜的，所以我们加了凤梨汁以后就不用把它洗掉。然后我们加了凤梨汁以后，我们再加鸡蛋，也是让它肉可以软的。太薄。对对对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有加这个是什么？太白粉。太白粉，对。太白粉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肉比较滑，对不对？对对对。加蛋液跟太白粉之后，我们还要再加一点油，油也是可以软化肉的，这样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烹调了，就一块一块肉把它放下去。好。就让它先均匀的摊开来，这样子。对，这样子两面煎到让它变白白的，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煎到两面都变色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盛起来。我们开始来切我们的配料，用了姜切成末。好。然后蒜也是吗？蒜也是。好。我们还有用葱段。所以葱白跟葱绿是分开的哈。对，我们只取葱白，然后辣椒我们去籽。去籽的话是比较不会这么辣，辣椒我们是切跟葱段一样。长这样子，对的，是小黄瓜是要来装饰的，切成一个爱心这样。哇，好有心哦、喔！再就把它跟酱汁跟辛香料炒起来，也是要加一点油、喔、对，加一点油。刚开始我们先放葱段跟辣椒下去，把它炒香，炒到香味出来后，我们就放姜末跟蒜末。好，我们就来调味了，酱油膏，还有番茄酱，还有糖跟醋。我们调完以后，我们放鸡肉下去，所以我们现在的鸡肉加下去是要让这个鸡肉吸收这个我们的酱汁哈。对对，收汁就可以了。Okay. 因为我们刚刚腌肉有放太白粉，它现在有点有点勾芡的效果了，有点勾芡的效果。然后最后就可以放一点点香油，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摆到我们的盘子里面喽。我们今天这道左宗棠鸡已经完成喽。这道菜好入口，容易咬，欢迎大家在家里试做看看，更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来我餐厅做客哦，吃正宗左宗棠鸡，赞！记得哦，每天要按照我的餐盘六口诀，这样吃才可以营养均衡哦。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蛋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蔬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你有记得吗？那就是我们的餐盘，也是卫生局正在大力推的。那我们刚才有肖文营养师有跟我们提醒过，就是人在40岁之后，肌肉每10年就会减少8%。那当然，刚才从我们的早餐、中餐，现在吃到晚餐，其实晚餐的料理也是很简单的。我赶快把时间给肖文。那晚餐的重点的话，就是一样，就是简单的吃。那像是一样要多吃蔬菜的部分，所以我们会选择多一样是多种颜色的蔬菜搭配着吃。那可以用什么方法煮呢？就是用水炒的方法。有听过水炒法吗？用水穿烫吗？穿烫的又不太一样，因为穿烫就是在锅子里面烫过而已。但是水炒法的话，我们是用一个锅子。就是用一个锅子，那装一点点水进去，那等水冒泡泡，就是它滚了之后，我们再把菜加进去，它就像炒菜的方式这样子炒一炒。那炒到熟之后呢，我们再加一点油跟调味，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淡一点，油就不会这么多。对，然后再来一样肉的部分的话，就是刚刚说的豆鱼蛋肉一定要吃一掌心的量。那其实基隆的鱼产很丰富，海产很丰富，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像是手掌心大小的鱼肉，那就是这样子做选择。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像是用蒸的蒸鱼，或者是用烤的，这些都是油比较少的方式，然后比较简单一点，油不会吃这么多。那再来就是我们饭的部分要怎么选呢？就是现在在推的味精制的全谷杂粮类。
那为什么要吃胃精制全谷杂粮？其实就是为了要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那我们如果是一样一份的一碗白饭跟一个胃精制全谷杂粮的饭，那它的热量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用胃精制全谷杂粮的话，它其实增加了膳食纤维的部分。那我这边有做了一张表单，就是我们平常如果吃三份蔬菜跟两份水果的话，我们的一天建议的膳食纤维摄取量大概是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我们只吃三份蔬菜或是两份水果，其实还是不够达到那个25克的量，所以这时候就要从全谷杂粮跟坚果这两个部分来做摄取。那早上的话，我们刚刚已经吃过了坚果类，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饭的部分来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取。那所以今天的话会教导大家怎么做红豆燕麦饭，对。那红豆的部分的话，我这边有先称好了，大概红豆一份的话，大概就是25克的量，大概是这样子，25克。对，哦，这里有红豆燕麦饭的食谱，这边放一下。好，25克的红豆，那红豆的话，它也是属于膳食纤维非常高的一个全谷杂粮类，对。然后再一个燕麦的部分的话，我们是用20克。然后跟白饭，如果不吃白饭的话，我们就直接用燕麦，用40克的燕麦这样去煮。那我们红豆部分其实它比较难熟，所以我们用洗干净之后，用热水泡了8个小时。那再将红豆的水倒掉之后呢，我们用1:4的比例去加水，然后外锅的话，我们再加一杯的水，就是这个量杯一杯的水去蒸。那蒸过一次之后呢，它里面会有会有一碗像是红豆汤的部分。那我们大概再加10cc 的水。那再加一杯外锅的水，那我们把洗好的像是燕麦跟米再倒进去蒸，那蒸好的时候其实蒸出来大概就会这样，这是我们刚刚蒸好的，会长这个样子。这其实是大概8分满的量的饭量，可是我们加了红豆之后，它其实会膨胀，跟燕麦也会膨胀，所以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大碗，所以你吃的会有很有饱足感，对。所以这样子吃的话，其实会非常饱，而且膳食纤维又会很丰富。哇、wow, ，所以这就是我们简单的，真的很简单。刚刚听那个步骤就这样子，先把红豆煮熟，米再放下去再煮，接下来就可以呈现我们的红豆燕麦饭。那当然就是营养满满，也补足了今天的膳食纤维。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有带来我们健康的饮食，还利用简单的家具就可以来让自己越来越健康，可以来进行运动。那所有的系列活动其实都在我们的卫生局官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上网查询，一起把自己照顾好，身体越来越健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Bye.